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 Van 啦。上次讲到呢一个嘅公主和王子嘅节日，咁依家咧就要继续去睇下呢个 3D 龙嘅音乐系啲咩啦。我哋而家倾下小蓝啦。我知道佢嘅行为咧好古怪，但系呢个唔系八卦佢嘅方式，讲笑啫。你真系咧有趣，想唔想知啊？其实太搞笑，我都唔记得咗点样笑，真系搞笑啊 ，Green。你几时开始发现咧小蓝嘅行为有变化？我估咧系当我哋被火箭兵团捉住咧，佢同我打开咗门走咗。但佢冇讲再见就走咗，火箭兵团唔咁咪讲得通啦。我好怀疑佢咪咧帮火箭兵团做嘢，嗰个女仔咩都做得出，佢就系咧我被火箭兵团捉走嘅原因啊。咁你系点样被火箭兵团捉住嘅？就系咁啊。另外咧喺公主王子节嘅时候，我见到一位咧火箭兵团嘅兵仔登上一个私人嘅游轮，我谂佢咧去游子岛嘅一位兵仔，佢哋将咧一个兵仔同一个道馆馆主派到一个岛上，想要达到啲咩目的呢？睇嚟咧冇乜用啊，除非游子都喺火箭兵团嘅控制之下，喺度分析喎、啊，竟然喺度，我哋到啦，睇下 Green 系火箭兵团啊，我要去咧做啲调查，佢哋喺度咧等紧我哋，唔好睇你太可疑啊，假装你只系嚟咧参加比赛道馆，诶、欸，正宗嚟啦，嗯，道馆馆主忙啊，有事佢唔中意人打扰佢，诶、欸，嗰、那个咪头先参。之前参加呢个会议嗰、那个，我要向你快啲挑战啊！呢、這个阿尔雅各布，抱歉啊，我最近又放紧假，几个礼拜后再嚟啦。咩话放假？我又咧大老远嚟嘅，我唔知道讲咩，但系咧我忙到黐线啊！我哋走啦，各布。哇，几靓嘅女士吓、啊！你使乜同我约会？呢个我女朋友嚟嘅，中牛侠嚟嘅，收声啊！阿各布，睇下佢又可怜咧，又懦弱，唔通咧你唔想咧俾我一个咧好似咧强壮嘅男人？系呢个变态，我要去警察举报你，去精灵协会举报，佢哋咩都唔会做，你一啲都唔好玩，我而家要走啦。哇，呢、這个馆主好串啊，呢、這个馆主啊，情圣，道馆门锁住，我收工前唔会走。呢度入去啊，有条路喎、啊。咦、欸，唔系、啊，我仲系咁醒，我仲可以咁醒，第一眼就已经知道原来系喺后门入，点知原来唔系。咩冲油兵啊？头先听到佢话，佢精灵系冲油兵。睇下去边度有剧情先？呢、這个先攞精灵头先 ，TM 47。虽然唔知有冇用啊，但都拎晒先。呢度过去，毒气双子，毒气单子，我毒气丸，有咩做啊？呢度啊，照旧睇下啲屋先啦、啊。系点样得到嗰啲女仔啊？我觉得咧，睇住佢，令我觉得咧都可以将女仔做物品。你谂下一句咧，丝米唔系好明，啲翻译真系麻麻地。呢度冇得行，即系右手边呢度，唔系啊？做咩地方有路行啊？呢度？呢、這个如果我有女咧，我会令佢咧离开呢个岛啊！高阿姨中意咧任何着裙嘅嘢，我真系个变态嚟嘅呢个馆主，原来系呢、這个由知道四周围咧都系岩石，强潮期间咧游泳者因为被巨浪抛到岩石上死亡，都几恐怖咁样。有咩剧情喺度？乜都冇喎呢度。呢、這个啊，阿二有个妹咧叫玛丽，佢非常可爱同友好，我讨厌玛二。有一次我见到佢咧碰我家姐，咁、嗯、我觉得应该系真系喺呢度揾秘路行，冇理由入到嚟呢度，跟住冇路行。我呢度，你边个？你揾我家姐阿哥阿二啊？我不如我忘记咗自我介绍啊，玛丽，见到你好高兴啊，好不如打扰啦，即系想咧从你阿哥得到徽章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哥咧呢个履行紧义务嘅时候咧，可能会有啲难，我同佢倾倾啊。好 ，OK， 搞掂。好、哦，大食花搞咩啊？翻嚟，佢哋唔系野生咗边个袭击咗我？肯定又系个咩啦？道馆门锁住。咦？啲人走咗。喂、欸，个门个洞口开咗 ，OK OK， 出去啦。
企，诶、哎，原来佢仲喺度，只不过唔喺洞口，佢喺出面少少度企啊，企咗喺度。咁喺边度啊？后门啊？又唔系喺边度啊？出面哦，见到啦，见到啦，呢度。我一个人就够啊！哇、哦，你真系古话二，你都好靓仔喎。阿二对我太小气，明显更加关心另外两个。我抱歉，今晚咧会令你好啲。猪，再讲多次，我唔应该咁讲，应该保持低调。我冇乜嘢，唔使介意啊，东麦。No， 翻嚟呢个自作聪明嘅家伙。而家边个叫猪啊？冇啊，咪你啊！如果唔系我咁，一定系你啦。你唔使谂住咧咁易走啊！我要你讲啦，我系头猪，快啲讲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系头猪。老残嘅孩子嚟咧 ，girls， 我哋咧倾到边啊？而家嚟精灵中心 ，OK， 因为咧听到阿 Green 话咧，唔好太过高调，要低调少少行事。好啊，追你嘅破种，我哋四条友，佢得两条友嘅，救命啊！我嚟对付佢哋两个，你对付另外两个，双打轻松啦。暂时其实都唔使点样棘住呢啲战斗住。因为都唔算话真系太难啊，竟然有只雷系喺度，但唔紧要，照赢到啊啲雷系，啱唔啱？越鬼兽出嚟啦！太卡顶，呢度直接用潘伯伯啲水晶藤撞啦。好，我哋睇下佢系咪真系一弯就解先，撞水晶藤，唔系喎，即系话佢系可以令对手结冰啊招技能，咁劲喎呢招。啊！呢招劲啊！你翻去同阿二报告啊，佢系呢个管主，所以呢度嘅管主咧都系火箭兵团工作，就好似哪吒、马志士同阿吉一样，我要同佢对质。我对佢哋咧都有意见，我要俾你睇下咧绑架同毒杀我嘅下场。阿二，你必须停止啦，马你翻屋企啦。阿二，我带面咗一个人咧，今日要同佢咧对战啊！呢个道馆挑战，作为管主，你有责任咧成为呢个榜样。好啦，马你或者我咧，我唔想成为管主，我都冇谂过咧成为，我都冇。我想同我朋友一齐翻到。多数球就系想翻工，冇其他嘢。佢死咗啦，我爸记唔记得啊？呢、這个就系点解咧？愚蠢嘅馆主嘅头衔咧要塞俾我嘅原因。喺度喊喎，你啦阿二睇下咧嗰个热水嘅浴缸，冇错啊！叫嗰个低能快啲走啊！快啲走啦！你咁话我咁咩怪兽？佢一个人咧俾你哋三个街，你咧都有品位嘅，快啲走啊！你哋。OK， 好啦，你赢咗会再开道馆噶啦。妹控啊，呢个系 OK， 开道馆，哇，呢个系道馆，你呢个系道馆，我系猪仔，如果你识同我打，你必须赶走啲讨厌嘅乘客。挑战，听嚟近似咧帮你做嘢喎，我系呢度嘅规则嘅制定者，即系听晒你话啦，哇，哇核突呢啲嘢，哇，呢只嘢好似之前见过嘛？我、哦、吸水呢只，好踢走得一件，啊三件咋？我啱啱嚟到，你就要赶我走，人生如戏啦。哇，几有型啊呢只，有啲似数码暴龙啊呢啲。但我都冇得睇佢个能力值点样啊。阿二比你更加尊重佢嘅顾客，我会同佢倾倾嘅。定金取消，关我咩事？我净系嚟参加冠军比赛，啲钱唔系入我袋冇问题。搞定 ，OK， 冷静啲。猪仔识唔识啊？好有趣啊！但系依家我唔需要再隐瞒。你做咩啊？你唔知道我有几嬲啊？你一路做咩？你唔应该攻击训练师嘅。OK， 我嘅错，得我嚟战斗啦。攻击训练师头先佢有，就系头先戳咗一戳嗰下。定式必定爆击90命仲唔要啦？咁低。解除，好强我只大力蛙真系，即刻死咗，即刻死咗。OK， 冲油盒咁核突嘅呢只嘢，疯狂摇先，唔得，哇扣咁少啊，大镬啦，转皮翻，哎用错。用寄生种子啊，应该用错技，可能输添呢只。哎赢喎，哎呀，水晶球，多月爆，
条尾巴啦，继续。系喎、啊，伏特攻击系麦攻定特攻啊？麦攻系咯，麦攻嚟噶嘛？落球都咁少啫，有冇弱啊？有冇伤弱啊？有啦有啦，呢个都 OK。应该仲有啲细啲啊，有啦有啦，好伤弱，搞掂，影分身唔好啦，都唔使影分身啦，呢只已经，哼，太激烈啦！你以为你可以打得赢咧关刀冠军嘅我啊？咩话冠军？你甚至唔够资格做一位冠军，实在太废啦！或者呢个就系点解咧？你唔认真对待你嘅工作，因为咧喺内心深处知道你系废，冇价值，呢个都冇做，呢个啱噶。我负责一个咧廖辉嘅冠军，佢过身咧，我继承咗咧头号位，尽我最大努力，但我冇办法咧达到佢标准。啲人话我垃圾败家仔，咧令自己咧摆脱工作职责，令假装自己咧唔在乎一样更加容易。這個、呢个咧唔系咧同火箭兵合作嘅理由，边个啊？佢扮傻啫，你讲咩？咩火箭兵团啊？佢睇你唔似真系扮喎，咁啊，因为佢唔系扮嘅。马里、希亚二，佢哋系火箭兵团，我哋俾人玩啊！你点解同呢火箭兵团合作啊？马里咁多，我哋都有自己嘅理由。小丹做蹲尾，哇，咁复杂嘅剧情，系嗰个蠢材将我运起嘅。好耐冇见啦，你一直都系火箭兵团嘅人，由一开始，事实上咧系我咧喺七号道路袭击咗你，我当你。咩？我将你喺度玩，唔系咩？唔使嬲，等我嚟补偿你啊！呢度嚟咗个老朋友啊，嘿，正宗喎、啊，同火箭兵团一齐合作，你仲自称系真呢、這个纯白镇嘅居民？我哋令你相信咧，阿尔咧火箭兵团一个成员，以降低你嘅警惕性，引诱嚟到呢度。我哋喺咧，我哋俾你喺呢一个骨子岛港口咧，同呢个发现火箭兵团系为咗迷惑你哋。而咧，如果冇咗我哋亲爱嘅马里咧，我哋冇可能做到呢一点。马里，你做咩？佢哋都系衰人嚟，你知唔知我几嬲啊？你得到咗一切，如果乜都冇啊，我应该系游子岛上咧最受人尊敬嘅道馆馆主，而唔系你啊。当阿爸咧仲在生咧，我一直同佢一齐训练，向我保证咧退休后咧我会得到职位。你知唔知道咧喺你咧忙住追女仔嘅时候，我帮咗几多人解决麻烦？而家我哋有嘢要做啦，正宗你要帮手啊，冇可能。追啦，冲油盒。哦，拜托啦，我哋都咧了解呢个足球合垃圾一字之日咧，传送一个人，将咧佢哋两个传送到安全嘅地方，睇咧训练有咗回报啊！這个阿二咁好人咧，唔系话跌晒眼镜出嚟，佢系衰人，点知我唔知道佢咁勇敢啊？系啊，我都唔知道你系个卑鄙小人，我谂我哋冇咁亲密，我哋应该点做？我了解佢，佢会翻嚟救阿二嘅，唔理佢有咧几咁作呕，我哋需要有耐性。你话我哋依家唔应该咧结束佢嘅性命，当然唔可以啦。我哋需要咧攞佢嚟做筹码，将佢哋引佢过嚟。诶、欸，小南，你喺度做咩啊？我住喺度好耐咯。Hey Green， 嗯、啊，佢嬲紧你啊，因为咧你令佢咧火箭兵人捉住收声啊。啊，我发现咧你同咧 3D 龙都有冲突、啊。你嘅意思系你同佢嘅精灵有冲突？喺呢个彭金岛咧，当我咧亦。当我谂住走嘅时候咧，一只咧飞龙袭击咗，佢几乎杀咗我，但系咧走甩咗，但系佢仲未咧谂住放过我，佢骨子群到周围咧要搜捕我啊，佢甚至假装你几次啊，伪装成我唔话知得正宗咧咁嬲我，俾人陷害，所以咧幕后遇凶就系 3D 龙，我知道听你不切实际，但系呢个事实我道歉咧 ，Green， 对唔住，所以喺呢度咧香园岛同埋小骨子岛都系 3D 龙啊，即使系咁咧，多得 3D 龙咧。我都系咧去咗转咧小骨子岛喺你精神恍惚嘅时候帮咗你一把，点解唔早啲讲？嗯，得啦 ，Green， 你比咧佢蠢好多。有个 3D 龙嘅杀手咧，能变成我识嘅任何人，我点解要冒个险咧？虽然我一直跟住你啊，由哈萨岛开始，哦，佢救嘅原来系一时冲动啫，我唔知讲咩好。我哋要救阿二有危险，你点识佢噶？当我被多 3D 龙袭击嘅时候咧，阿二救咗佢，好心地咧俾我免费住呢个安全屋。哦，实际上系帮呢个火箭兵团工作嘅，佢个妹佢背叛咗阿二，可能仲将咧佢作为呢个人质运喺呢个道馆度。佢哋可能希望我哋去救阿二。阿坚讲得啱，我哋应该由下庙入去。我知道一条咧去道馆嘅秘密通道，我自己偷偷揾到嘅。嘻嘻，你想偷佢嘢啊？唔系我做嘅。而家小南劲醒，黐线。好 ，OK，
而家要行去后门系咪？后门点样入去啊？你封住晒嗰条路呢度啊？又系呢条路？呢度？仲有后门呢度？我呢度入面啊？哦，就系呢度，就系呢度。佢隐藏得唔系好好啫。你认为阿二点解要做呢条咁通道啊？你点睇啊？啊？咁咪好明显咩？吓、啊？讲啲咩啊？哦，德美讲得冇错，你哋呢班人咧识预计嘅，边个会估到咧？你哋从我家入面嘅秘密通道入到祖古，呢位我傻啊！我哋偷偷摸摸入咗嚟啦，做得好啊，小蓝！喺度串啊 Green， 串啊小蓝哦、啊！哎呀、啊，我哋咧静鸡鸡入咗嚟啦，你三个听紧噶嘛？哎，唔理啦，冇所谓。一旦我将你三个带到德美度咧，咁我就可以将阿哥赶走，咁就可以咧将我成为馆主大 B。再讲多次，冇错啊！你两个再讲，你想知道你点解咧系个蠢材嘛？即使你阿哥死咗，你都唔会成为馆主。咩话？道馆馆主会分配俾咧有特定条件嘅人。当道馆馆主过身咧，呢个头衔将会分配俾佢哋第一个仔。但如果道馆馆主冇任何人要继承，就会咧通过道馆测试嘅人先会。我要为你个头脑简单咧而将呢个想法，将呢个想法碾死。唔知咩反应啊？你不是阿二的仔，即使他死了你都不会成为管主，就是这么简单、啊、这个继承条件我都不知道，这个就是为什么你都是一个白痴的原因、啊啊、Red， 你们在骗我，敦美和小丹告诉我他们是真正的管主，他们知道规则是怎样做，他们骗你而已，收声，多谢小蓝、Green 无毒无毒，哇、哦、你们两个救阿二呢，我不会有事，我都是来自神马镇的训练家，得了你们两个搞吧，可惜啊，俾你用居然螳螂金嘅精灵，哇哇呢个几好识喐噶，哇打到的打到可以咁样喐、啊、，Pokemon 正转正版嗰啲完全冇出现嗰啲咁嘅剧情、啊、，OK， 哇啲咁大只雀仔顺时用水技啦，水技啦呢只。艳红，有时呢啲名咧，你第一次见到咧啊，即系譬如假设你系一个陌生，你系一个乜都唔识嘅训练家啦，咁出到嚟哦，你知唔知我只精灵叫咩名啊？咩名啊？小火龙、啊、哦，原来你系火系，一嘢就即刻哦，原来你系火系嘛，咁用水打就得啦，系啦，个名出卖咗佢嘅弱点出嚟，又系你食猛兽，又食猛兽。固定，哎，用唔到花木宝，我争啲打死我佢，换呢只先啊，唔使谂住赢到我你。虽然你有地面技嘅，但我知道你唔会学地面技噶啦，呢啲咁嘅 NPC， 哇，差啲死，快走啊！啊 ，OK， 好听力啊，话敦美喎、啊，系我抽过，你三把主啲垃圾咪抽咩？好串喎、啊，几时咁串？虽然我知道阿 Green 一开头已经咁串嘅，估唔到系串到咁啊！食个药先，呢度单仔，我就知道咧，敦美会失败。嗰、那个女人咧，净系识我阿二喺边啊，佢喺里面啊，搵佢啦。佢真系喺里面啊，你可以入去睇啊，但系冇有好处。个男嘅精神已经崩溃，佢阿妹咧想佢死，令佢咧大为震惊。如果你唔相信我咧，你可以睇啊。OK， 入去睇下啦。阿姨，呢、這个咧系我阿爸起嘅图书馆，佢成日咧同阿玛丽一齐嚟，我从来冇被允许，因为我从来都未够劲啊。走啦，阿姨，冇用嘅，咩都做唔到咩话。我试图咧俾佢留低一个深刻嘅印象，但系我所做嘅一切咧都毫无印象，毫无作用，甚至玛丽而家都憎我，我已经冇其他选择啦。你又做咩啊？最终都一无所有，好唔重要啦！我呢个馆主废到咁都可以成为馆主，玛丽系唯一咧了解我嘅人，无论我失败几多次咧，佢都会咧永远喺我父亲咧帮我辩护。当我荡失路或者孤独嘅时候，佢一直都会喺嗰度。而家佢要我死啊！哦，父亲过世嘅时候咧，我被授呢一个授权为呢一个嘅馆主嘅头衔，我唔想要佢，但我冇得拣。我尽力经营道馆，但系呢度嘅所有居民咧，佢哋都唔想要我，冇保护任何人。
一切都是玛丽，他应该得到这个头衔而不是我。他们都很憎我，我知道他们很讨厌我，我不在乎，希望他取消我的头衔。我是如此孤独、荒谬和可悲。你为什么不让我一个人留下？我回不去，我父亲和阿妹他们都离开了我。我不想承认很孤独，但我已经孤独很久，所以正什么令我一个人留下？你不是一个失败者，但如果你现在放弃，那你肯定是。玛丽需要你，如果你现在不阻止他和火箭兵团，你就会被他走上一条扭曲的道路。是时候站出来了，阿姨。多谢你向我伸出援手，请你将我带出去，我准备好了。这么快？正中呢？这条有没有？哎，有了，正中。如果你想做些什么，你要自己动手。等我来吧，我对他有很大意义。放马过来吧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，正中，但攻击你的不是我，是 3D 龙。3D 龙？又不信了，是吧？我是说，我不是跟你聊天的。就凭你这个三脚猫功夫又想赢我，太天真了吧。 OK， 草绳结这个有用啦，因为这只水系哇凹下的伤害不要紧，我们慢慢磨。咦，他用极太尾巴，今晚好得了，一时时的，今晚好得极太尾巴。好，这下换大力蛙博去用水技。哇，这本用十万伏特的，这里这只电之力一下秒了。魔法叶摔打不要，蜗牛啊，真的。哎呀，麻痹，哎呀麻痹，这么久怪兽水晶层，哎呀，比佢快啲，佢净系识用我招咁嘅睡眠技要佢。冰雹唔要，水啊冰技，哇痛到咧，哦玩完，哎，喂 ，Oh no， 瞓呢亦你睇未吧？打不痛啊，冇啦，要重新啊，重新一隻先。真蒲草，呢只呢个草会降低亲密度，但系系平嘢嚟嘅，系啊平嘢嚟嘅呢个蒲草系，又系你吸水固定啊嘛，头先见到只，哇呢只猫都足啊，正中后退退后啊！而家我成日输俾你嘅，冇咁啦，正宗太似啦，好抱歉啊，咪输喎啊！嗰个男仔都失败啊，唉，真系每个人都咁废。你假装系我朋友，只系为咗杀咗我。我从来冇讲过我哋系朋友啊，我嘅魅力就好似磁铁一样咧，吸引住人嘅。你会唔会太有自信啊？哇，系咁用保护嘅？咦，佢呢个唔系咩喎？佢呢个唔系。屬性逆住嗰、那個那個對戰嚟喎，太夾。不過如果屬性修正翻，即係正常翻咧，其實我中意嘅，因為我本身有冰技可以打到草系，我有格鬥技打頭先嗰只，呢只就要求其用水打都贏到啦。你都輸俾我，唔係急啊！我哋下次見啦，祝你好運啊，阿二。同火箭兵人合作咧，你是一个犯罪嘅人啊！精灵协会唔会容忍啲咁嘅事，就好似你咁谂啦，阿姨。好，呢度有冇里面塞满精灵嘅书啊？呢、這个就系嗰个阿姨同佢个妹或者同佢老豆啊，唔系，应该系话嗰个图书馆系嗰个玛丽同佢阿爸嘅一个回忆啊。诶，见到啦，火箭兵人撤退啦，咁我妹咧，佢喺呢度啊。我从来都不想做管主，你啱啊！你比我更加应该得到呢个头衔。但系今日发生嘅事，我得知必须认真对待我的工作，否则可能最终会伤害到我关心的人。作为管主我必须将呢件事报告俾警官。你要将我抌入监狱啊！吓，我唔会嘅，即使你做咗啲咩，我都唔会恨你嘅妹。但系呢个系永别啊，玛丽，将玛丽传送到最远嘅地方，亦都系对你嘅告别啦，伙伴。哦，将佢传送走嘅，唔好俾佢拉啊嘛。另一个地区，
我会认真咧对待我嘅馆主身份，我要去保护呢个岛啊！但系首先我必须咧要同咧精灵协会咧报告敦美同小丹嘅事。我认为你唔应该咁做。咩话？同火箭兵团合作？精灵协会咧正喺度同火箭兵团合作，难怪咧当我用精灵协会威胁咧小丹咧毫无咧啊丝毫不为所动。解释到咧点解正宗咧嗰孩子喺会议上，然后我必须向呢个可信赖嘅盟友报告。佢嘅骨子群到道馆馆主勇刺，如果你撞到佢，你要知道你可以永远信任佢。仲有刘丽，佢系你见过最甜美最好嘅女人，都未从小丹都会揾佢。啊，你哋咧，如果你哋有机会咧，请去到呢个流金岛，刘丽住喺嗰度。而呢个流金岛就系呢、這个香骨岛北方，你可以从呢个哈萨岛向东走。哇，黐线，边度记到咁多嘢啊，大佬？分道扬镳啦！我将嗰啲嘢留喺阿姨屋企，我要将佢打包，你自己去啦。咁同新手篇章结束。嗱，我得到一位好朋友，喂，黐线啊！低能要我咁样行翻出嚟。好啦，咁暂时今集就玩住咁多先，我哋下集就继续呢一个嘅特别篇 V 嘅剧情啊，应该即将去到尾声或者系后期嘅阶段啦，呢个游戏或者中期啦，我叫做。好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